亲爱的阮振东先生，你愿意娶我吗？ 我感觉自己已经嫁给了东子，虽然我不知道还能有多少时间，但我已满足。啊，你起来啦，手好凉啊，穿的那么少。 我做点东西给你吃，好不好？我怎么值得你这样对我？傻瓜，这是什么话呀？我说值得就值得，去坐好，去啊，听话。 记不记得这个热水瓶啊？当然记得了。那晚你落难我家，第二天碰到西子，真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。哎呦，不要说了，求死了。那阵子真的好倒霉哦，做什么事情都很不顺利。哎，对了，差点忘了。你看，今年的第一张圣诞卡片，育幼院寄来的。
好想再看看小乖，好想跟他们一起玩游戏，再听他叫我一声爸爸。好啦，不要想这么多了，到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把孩子叫过来一起过圣诞节好不好？不要了，我不想让他们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，我希望他们记得的是那个玩老鹰捉小鸡时永远强壮的冬子爸爸。佳琪啊，以后小乖就……哎，又来了，我不是说过不要再说这种话了吗？我是认真的吗？帮我照顾小乖。那我们可以一起照顾啊，孩子们需要佳琪妈妈，也需要冬子爸爸。如果你肯动手术的话，我们就有一半的机会。就算是为了我，为了小乖，为了青青，为了那些孩子们，也为了爱你的人。像这样的日子原本应该跟朋友狂欢的，因为我的病剥夺了你的欢乐时光。谁说的？我还没有认识你之前是每天10点钟就上床睡觉的人。只要可以跟你在一起，每一分每一秒就是我想要的生活，对我来说这就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事情。谁啊？我去看看。这样的圣诞节还能过几次？圣诞快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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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，谢谢你们，我真的不知道你们会来。哎，今天我是圣诞老人吧？谢谢。那就得我先说啊。佳琪啊，是我的干妹妹。是。我啊曾经说过，冬子要是欺负了佳琪，我绝不会饶你。冬子，你要是不尊重自己，就是欺负佳琪，我啊对你也不会客气的。冬子，快点好起来，你还得好好的照顾佳琪呢。冬子，我们王朝广告还需要你的支持呢，加油啊。冬子哥加油。哥，你和佳琪你们两个
一定要好好的在一起。我们所有人都会祝福你们两个的。东子，你不能放弃，一定要坚持，多给佳琪一些希望，一些快乐。你行的，加油啊，冉总！加油，加油，加油啊！东子，来，我把女儿交给你了，我相信你一定会让她幸福的。嗯，真的很谢谢你们，我真的不知道你们会来，我也没有准备什么礼物给你们。我决定为我心爱的人，还有身边的人，接受脑部手术。真的？各位，我们今晚不醉不归。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不醉啊！不醉！圣诞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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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干杯！圣诞快乐！圣诞快乐！东子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放心，我不会偷偷死掉的。不要讲这种话。如果真的有这么一天，请你别在我身边，请你一定要走得远远的。我不要你面对我的离去，我会受不了的。不要讲这种话，上次不是答应过我了吗？说不会赶我走的，现在怎么还讲这种话？你信不信？你再讲一次的话，我现在就走人。我真的希望你现在就走。如果可以，你永远不要回来。好了，不说了，别哭了，说说而已，又不是真的会死。我不说了啊，不说了，不说了。我答应你，我不会丢下你，我会很努力，我不会让你孤单的。
伯父。哦。我刚和东子的主治医生谈过了，一个星期后，我爸爸处理完手头事情就会回来帮东子开刀。医院这边都已经联系好了，会全力配合的。谢谢你啊，圣旨。伯父，您别这么说，我和爸爸都希望能帮得上忙。现在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让东子好好静养，身体保持最佳状态，直到手术那天。好。伯父，您放心。不是说好了吗？要在医院好好休养，等盛伯伯回来给你开刀。你现在突然要去如梦园，我没有把握把你照顾好。那万一你突然又不舒服了怎么办？盛伯伯过两天就回来了吗？而且我问过医院了，他们说让我请两天假没关系的。你看我，在医院里都长肉了，再待下去就变胖子了。你让我回去吗？好不好？如果你觉得很无聊的话，我可以叫西子还有和平过来陪你啊。现在外面天气那么冷，万一感冒了怎么办？那就耽误了手术的时间。我觉得还是不要去的好。别跟我生气了，明天是12月31日，我最忌讳在医院里跨年了，而且我也不想跟一堆人一起过，我只想跟你在一起。好了好了。看星星看够了吗？冷不冷啊？要不要进去休息一下？哎，再过15秒就新年了，我们一起倒数好不好？好啊。数吧。你许愿了吗？我希望每一年的今天，我都要和你一起看烟花。你就是为了让我看到这一刻，才坚持要出院的，对吗？好美啊！这么美，我会记得一生一世。这么美，让我刻骨铭心。我会永远记得，一生一世，天长地久。你一定会记得我，而且一直都会记得我。我一直说你有一种孤勇，你就是傻乎乎的，碰到什么困难自己就迎上去，不怕苦，也不喊疼。但是我要我的女人不必事事都挡在前面，我希望有人可以保护你，为你遮风挡雨。我要你幸福，不要你勇敢，你知不知道？如果你还能走，就陪我走一辈子。如果你走不动了，可是你的手还能动，就一辈子牵着我的手。
用你的手摸着我的脸。如果有一天你手脚都不能动了，可是你的眼睛还能看到，就一直看着我，看着我笑，看着我哭，这才是一生一世，天长地久。我要幸福，我要你在我身边，我才会幸福。其实我都看见了，但是我知道我不能帮你那样，因为我知道你忍着痛就是不想把我吵醒，就是不想让我看到。我知道，我都知道，即使你都这样子了，还是这么疼我，这么为我着想，你知道吗？看着你这么痛苦，我却要假装不知道。冬子，这样真的很痛，真的很痛。明天就要动手术了，有一份病人及家属需要签署的文件，我们今天就要处理好。谁跟我去拿一下？护士，我跟你去拿吧。好的。答应我一件事好不好？我不想你在我做手术的时候在外面苦等，去帮我处理个事情。好啊，那我等你手术完我再去，不然我不放心。啊，手术时间那么长，而且我还要在恢复室里等上一段时间呢。等你回来，我刚好清醒，不是很好吗？那你要我去哪里啊？一定要这个时候去吗？帮我去龙门老家走一趟。上次我去的时候，我定做了一个东西，是为我们两个人定做的。明天会有朋友帮我送到老家的地址，你去帮我拿回来好不好？可是有这么急吗？佳琪啊，听冬子的，放心去吧，啊。我们都会在这儿守着冬子的。佳琪，听我哥的吧。好不好吗？好啊。那我快去快回，到时候你手术完睁开眼，一定第一个看到的就是我。好。这个你拿着，不过现在不许看。
只是以防万一吗？我向你保证，我一清醒就亲自打电话给你。如果我不小心睡得太沉了，你就把这封信打开来看，我要说的都在里面了。好了好了，我答应你，我不会再丢下你，我不会再不告而别了，不会再背着你去找别人。那我不要拿这封信，我要等你打电话给我。傻瓜，我怕我睡得太沉吗？就像上次梦到你一样，我也舍不得醒来啊。盛伯伯回来就会帮我开刀的，我很有信心的。你先去吧，我让圣旨送你去车站。我先把车开到大门口。这信你要带去。佳琪，放心回老家吧，东子会等着你回来的。其实我可以等他做完手术再走，为什么要急着走呢？你要相信东子的安排，他做事情总是有理由的。佳琪，其实有一些话我一直都想跟你说。我觉得我哥能认识你，我很为他高兴，他很幸福，我觉得我自己也很幸福，因为我身边的朋友就像你、和平哥还有我哥，你们都教会了我该如何去爱一个人。认识你我真的很高兴。佳琪，一路平安，等我回来。龙门喽！哎呀，对着我拍嘛，你脸那么大，我哪有没对
对着你啊，你看不正啊，是不是很正啊？下面呢，我们要去我的老宅子看一看。好期待哦！佳琪，我爱你。东子，明天等你手术完以后，我们就再也不要分开了。佳琪，佳琪，孙妈妈，哎，好容易把你给盼回来了。孙妈妈，您是不是要拿什么东西给我？是啊，一个姓徐的律师啊，让我把这个转交给你，跟我说是阮先生交代的。看看啊。七啊，是阮先生把你们的老宅买回来了。徐律师前两天啊，带着人已经重新布置过了，还说你今天呀会回来。哎，快进去看看啊！快进去，进去看看。
佳期，终于等到你回家。公子，原来你坚持要来我的老宅看看，就是为了今天。你总是在我不知不觉中为我安排了一切，但你知道吗？我唯一希望你为我做的，只是留在我的身边。我这辈子做不到了，所以下辈子我一定会等着你。我要比所有的人，比所有的人都早，早一点遇见你。你的悠然自得，我却束手无策。我的心痛竟是你的快乐，其实我不想对你恋恋不舍，但什么让佳期，我能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，就是为你买回老宅，因为里面有你过去的美好回忆，而今后老宅的回忆中也会有我。佳期，
你要答应我，在没有我的日子里，你要连我的份加倍的勇敢地活下去，让我在天堂也能看见你很幸福。东子，我一定会勇敢地活下去，让你在天堂都能看见我的笑脸。我们说好了，下辈子我会等着你。你知道哪里可以找到我，你要早点来找我，让我再爱上你一次，让我们再爱一次。才懂真情可贵。